日前伫咧自强街发生小火车含轿车侧撞的事故，小火车的驾驶当场是并车倒伫咧半路中。江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，随即派遣着后来救护车前往抢救。好佳哉，这名驾驶自行脱困，意识阁算清楚。伫咧救护人员检查详细了后，将伊送到病院来做进一步的治疗。该车后来叫人员到场之后，两车零件散落一地，叫人员随即前往查看伤者状况，好佳哉驾驶自行脱困，意识清楚，并在叫人员检查伤势，并排除两个受伤一路之后，替进行伤口处置、伤风病治疗。这条街口有一起车祸，然后我们现场救人到场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一部小型的那个厢型车跟一台轿车哦。有碰撞啊，小型厢型车因为重心比较高啊，结果翻覆啊。好在是那个驾驶没有受困在车内啊，也是轻微的那个手腕扭伤。根据驾驶表示，当时在经过街市自强街时，无小心跟另外一台经过轿车发生车撞，当场并车，好在驾驶无生命危险。街市上个也好民众开车注意路况，在经过路口减速慢行，以免发生危险。新闻调频街市采访报道。你好，我是卫生局的防疫人员。好啊，今麦登革热做危险的时阵，高峰期啊，咱要预防登革热，配保的四个口诀：寻道清刷，寻道清刷。对，经常去寻一下，看我们如果出去院子运动，就去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容器，好寻寻看，如果有的话，就把它倒水，因为有一点点水，蚊子就会在里面下蛋哦，哈，减少那个积水容器，好，无必要汤啊，咱尽量来避掉，哈，啊，再来恁刷洗，如果咱老进水的汤啊，咱来改刷洗一下，不要让那个虫卵附着在那个桶壁，遇到水就爆发来，好，啊，咱大家身体较健康的，好。谢谢。哎，大哥你很好，我是新区登革热防治人员哈。哎，阿宇，咱起来就得咱咧采用啊。好，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，好，阿因为呢就这多会管理，所以咱希望讲吼，你会当像安尼，哦，做一种较大桶的，那迄个细桶的都拢来收起来。环境的清洁，如果有肺轮胎的地方要清除，否则应该打洞避免积水。敏慧在这里拜托各位乡亲一起动手清理家园，最好每天落实寻道清刷，共同创造干净的家园。登革热的防治，大家一起来。